主料，莲藕一节，辅料，青、红椒各一个，红椒干两个，蒜瓣五个，生姜一块，油、盐、米酒、调料粉、生抽、莲藕削皮切薄片，切好后放清水里冲一下，防止变黑。青椒、红椒、蒜瓣切末，生姜切丝。锅内放油烧至九成热，倒入莲藕和各种配料，快速翻炒。翻炒片刻后，加入盐、生抽、料酒，继续炝炒，放入少许调料粉和清水炒匀，清脆的口感，味道不错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。烹饪技巧：莲藕切片后放清水里冲一下，防止其变黑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